王将军。总经理，中午想吃什么吗？帮你买回来。我不是叫你多休息几天吗？我一回家想到松林的事情，心情又更不好，干脆回来。好吧，回来也好。要不要一起吃饭？我用感情炖的汤，再用心送过去给你，你应该要感受到我在追你吧。你们去吃吧，我还不饿。OK， 嗯。走，吃饭喽！哦，好饿。要吃什么？都可以啊。哎，林设计师，林设计师，你们好。找方总经理吗？是的，这是你们总经理的丝巾，还有这鸡汤，都是要给他的。好，那我帮你拿给他。OK。再麻烦你们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边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那我先拿进去哦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好，快点，时间忙。好啦。鸡鸡汤。林设计师拿的那条丝巾，昨天总经理一整天都带着哎。苏静，所以你想要猜什么？我在猜，总经理是不是去了林设计师家？不对啦，我早上去饭店接总经理的时候，我看着他跟林设计师一起走出来。什么意思？总经理说他要跟林设计师一起去运动，所以他一起吃早餐的。所以他们现在关系这么密切了。原来是在等爱心鸡汤，难怪我中午约他吃饭，他跟我说他不饿。什么？我就在猜。她说的那个闺蜜是她自己。什么闺蜜？什么啦，张佳佳，你不要吊人家胃口，有话就说好不好？就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之前总经理都问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然后说是她闺蜜。所以，如果闺蜜就是她自己，那她之前跟我说她亲了一个年纪比她小的男生，代表这个男的。就是林设计师，然后林设计师又亲为总经理，哇，他们发展也太迅速了吧！哎，不行啊，他是我们的老板，我们不能这样子猜那么多东西。哇，单身三年多，一回来台湾就钓到一个小鲜肉，真的蛮厉害的嘛。哎呀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都知道了，上松都不知道、哦，当然就要假装不知道啊。那怎么行？我要以姐妹的身份去问清楚。哎，你很闲哎，自己的事都还没处理好。哎，对了，松林有去找强，那很好啊。
他说他不考了。什么？那怎么可以？还是很在意嘛，干嘛装？对啊，我哪有啊？我只是觉得他现在这样放弃很可惜啊。你叫志祥去跟他说。啊，骗你的啦！你好无聊小曼也学坏了，当初是最老实的，现在，还不是跟你们混久了？混，怎样？我们怎么样了？老屁股，哪有你乱讲？新鲜的啦，才老屁股。班长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别这么说啦，来，先坐着，坐着聊。其实店长已经有打算跟我说你的状况了。他说他也很祝福你，希望你可以赶快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路。我真的很谢谢店长，如果不是他鼓励我，我大概应征不上这家公司。别这么说啦，你很棒，你 OK， 还是应征得出去。喝咖啡，谢啦。聊是非，我就知道你要接这个。我要聊。小明，太好了，你终于换工作哦，不然我担心你这样一直做下去，变成造纸三号。郑光心，等。什么三号？谁是二号？二号就是羊排啊，他好像不太承认而已。小咪，我听错了，恭喜你换工作，我觉得这工作应该蛮适合你的。谢啦，但其实我心里很紧张我怕我进去之后什么都跟不上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人那么多，你遇到什么困难你可以提出来，大家一起帮你想办法啊。我怎么觉得我从进来之后好像一直都是你们在帮我？那又没关系，朋友本来就是要互相帮忙，要是哪天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我也会去找你啊。好，那我之后有这方面问题我再问淑静。好了，这关系你没有对吧，你可以走啦。为什么？我们现在是在聊我们女生的秘密，男宾子不 OK。 我也可以去聊啊。什么小弟，我找个坤亮。哈，坤亮，走心了。哎，对了，素，你那个单身趴到底要办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怎么知道赵雅芝啊？都马上自己在那边讲要办 party， 他现在时间最难瞧的是他，就留给他自己慢慢瞧好了。不过他来办，你们真的放心吗 ？OK 吗？还是我们不要等他？怎么可能？你不能早知道他牙起来怎么办？小命在，他应该 OK。我提到这个我就觉得是噩梦，为什么每一次回头都看到一个人这样？经典。天哪！Hello， 喂，您好，请问是群展公关公司的黄总监吗？我是，叫我 Alan 就好了。你是？你好，我是美号的主编李淑静，这次我是您的对口。相信我们总经理应该有跟你打过招呼了。李主编啊，你好啊。你好，想请问一下总监，什么时候方便跟您约时间呢？我想把企划书还有内容一并跟你对过一次。好啊。那就明天好了。我们这边呢会先准备好企划书，然后再传给你一份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在这之前方不方便加一下总监的 LINE， 这样子后面比较好联络。 OK 啊，我的 LINE 就是我的电话。好的，那我马上加总监，谢谢你。好，那明天见，再见。美女一枚耶，接下来工作呢就有动力了。李主编，明天什么时间方便开会？总经理，请进。吃饱了？是啊，吃了大餐，本来想说多带一份给你，
但是我想应该抵不过爱心鸡汤，所以就算了。我想刚刚你们在吃饭的时候应该聊了不少，不如这样，晚上一起吃饭，姐妹聚餐。那你的闺蜜不会抗议吗？她不用陪男朋友。还不是男朋友，丝巾都放家里了，那应该也差不多了吧。张总编，你不是已经休假上班了吗？赶快去忙。我没有休假啊，我只是回来看看工作进度。而且以好姐妹的身份回来关心你闺蜜，那我先去忙。总监，你有事找我、啊？你进来不用敲门的。啊，对哦，我现在就去敲门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回来。明天早上帮我准备花。啊，好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等一下，总监，请问你还有什么事吗？你不用问我准备什么花，要送给谁吗？啊，对哦，总监，请问你是要准备什么样的花？准备要送给谁啊？啊，我想到了。是不是明天新助理要来报道，你要送给他的、啊？我送花给助理干嘛？我怎么会知道总监你送花给助理要干嘛？哎，好了好，没关系，我只说一次，听清楚了，那个花是要送给一个女孩子的，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女孩子。你也是女孩子，你去想一想，收到什么样的花，你会心花怒放，你会有深刻的印象。收到什么样的花，会心花怒放，深刻的印象，让我想一下哦。啊，如果你没有收过花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跟我说。啊，是，总监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很好，哎，用心啊。好，我很用心。我知道你们私底下都一直在讨论，其实那天我就是喝多了。这间店是我同学开的，那天刚好在举办一个亲吻送香槟的活动，我就是在酒精的催化之下一时的意乱情迷，为了一瓶香槟亲了他。那所以总经理，你那时候是意乱情迷，那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喜欢他？你有多喜欢？一点点，还有很多点，还是很喜欢，非常喜欢，是吗？总经理，你们现在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啦？对啊，嗯，你上次说他说要追你，那现在追到什么了？哎，你们三个真的是，难怪社会说我们每看到的人在问问题，就像在采访人一样。哇，我刚才听到什么 ？Sell, sell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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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ll。哎，林设计师没有跟你们说他的英文名字是 Sell， 叫你们这样叫他吗？林设计师的英文名字叫 Sell， 他英文名字好难听哦。嘿，我们没想到叫他林设计师，我们怎么可能叫他 Sell 叫那么亲？嗯哼，总经理。可是你那么固执，他的脾气那么硬，那你们之间一定会擦出很大火花。林设计师，我们怎么可能叫他 Sell 叫那么亲密？嗯哼，总经理，可是你那么固执，他的脾气那么硬，那你们之间一定会擦出很大火花。你确定是火花吗？我看是火药味吧。爆炸！嘣！不过我比较好奇，你们两个在一起，谁让谁啊？我觉得你比较不会让人。
要不然你男朋友就不会。今天不提什么男朋友，你今天单身。来，喝酒喝酒。我觉得这一桌火药味比较重吧。几岁？五岁。你要等很久吗？下一次提早结束可以打电话给我啊，就不用等那么久啦。我怎么知道会喝到几点？而且我是最菜的，又没有发言权。最菜的应该是羊排吧？可是我们刚刚不是在我们公司啊，在那种场合哦，我是没有资格说话啦。那你们今天在聊什么？还在安慰佳佳姐啊？我们今天在聊林设计师追求我们总经理。林设计师在追你们总经理？陈姐，你不过去看一下啊？我们之前有讨论过，挑选的部分就交给他来决定。既然找了设计师，就应该要相信他，对不对？也是。可是上一次我看他们互动，我感觉你们总经理很相信他。嗯，是这么说没错。可是你不觉得他们两个搭在一起好像不是很配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互动挺好的啊。可是就我上次帮你设计师做完专访之后，我发现他是一个脾气很硬、主观意识也很强的人，这样不就跟我们总经理一模一样吗？那万一他们以后在一起吵架了，那是谁要让谁啊？当然是男生让女生啦，对不对？楚静，最近天气变凉了，之前你煮牛汤给我喝，今天等等回去的时候，我煮麻油鸡汤给你喝。嗯，哦，你会啊？我网络上都有教学啊，走啦，我们去买材料。能喝吗？然后再煮一锅红酒炖牛肉，怎么样？太饱了啦。很多的红酒。Sale， 等很久了吗？不会。你到的时候可以先打电话给我，我就赶快下来，你就不用等那么久了。有时等一个人也是一种幸福啊。走，运动。我要出国几天了。什么时候啊？今天下午，等你运动完之后，我就回去整理行李，就差不多要出发了。这么赶啊？嗯。是不是你上次说的出国进修？对啊，但是我这次去主要是面试，还有看看附近的学校。等确定录取之后，我才会去。哦，你不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干嘛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说过，如果你有诚意，你就会传讯息，但我也不一定会。OK， 好。哦，对了，房子装潢的事情我已经交代工地的主任，他会随时跟我报告进度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我才不担心房子的事。但我追你的事情，你也可以放心。我不会因为我要出国就中断了，是吗？说不定有些人出国以后就会发现国外的月亮比较圆。不会啊，我反而觉得今晚的月色真美。都还没天黑，你就知道今晚的月色会很美？你真的从日本回来吗？不然嘞，这跟从日本回来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就上网查一下，看刚刚那句话什么意思。我才懒得查嘞，走啦，运动，你不是赶着出国？请进。总监金秀明来了。总监好。秀明，报到手续办得怎样？都办好了。那就好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秘书，你们以后呢会一起工作。他主要是负责公司内部的行政事务，你主要是跟着我处理接下来四大展览的事情。好，了解。我叫你准备的花准备得怎样？啊，报告总监，花我准备好了。今天早上我从家里坐公车到公司的路上，
不小心被其他乘客给压坏了。你知道那个花比你还重要吗？那个总监，请问是要什么样的花，然后送给什么样的人？我刚来路上经过花店，可以马上去处理。说明一下。是，那个花是要送给女孩子的，而且是第一次见面的女孩子。你自己也是女孩子，你想想看，送什么样的花会让人心花怒放，而且会让人印象深刻的。好，我有概念了，我马上去处理。好。资料呢？该不会也忘了吧？没有，报告总监，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在哪里啊？去拿。好。快点。好。这花都不会。请进。王总监你好，我是李淑静。李主编你好，请坐请坐，不要客气，叫 Alan 就好了，我很随和的。Alan 你好。救命！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在这里上班，今天第一天。你们两个认识啊？认识。是。这是我们总监要送你的。一点小小心意。那就谢谢黄总监了。没有啦，我是想说我们一起合作，所以希望你不要介意。这个花呢很特别的，它的花语叫做一见钟情。没有啦，我是想说我们一起合作，所以希望你不要介意。这个花呢很特别的，它的花语叫做一见钟情。我当然是指我们两公司在合作上可以一见钟情。一定会的。秀明坐啊，一起开会。好的，我有看过李主编呢在 Makeup 杂志上的一些人物专访，像是近期的林书凡设计师、林国良还有赵雅芝的专访。我觉得您的文笔非常的犀利，毫无赘词。谢谢黄总监的夸奖。其实黄总监，您的策展能力也是在业界非常有名的。我这次是抱着学习的心态，非常期待跟您一起合作。对，还有今年年底前呢，我们公司有四个策展的活动会跟 Makeup 一起合作。想请问黄总监，你有想好展览的顺序吗？这样我比较好做宣传。展览的顺序，首先呢是车展，再来就是家具展、旅游展，最后是动漫展。那车展的代言的部分，我已经请公司的同仁呢去联系了。
等我们联络完之后呢，我会通知李主编一起碰个面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最后车展的部分其实时间蛮赶，我是希望我们两公司可不可以分头进行。我也刚好在想这件事情。你懂我的意思啊？那我们两个人会不会想一样的东西呢？是我还有在想啊，想帮贵公司办一个记者会，不知道黄总监你的意思是 OK 啊 Fantastic， 这正是我想要讲的哎。不过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这次的时间比较短，那主持人的部分没关系，主持人如果来不及找的话，我可以担任司仪的部分。那就太好了，我看过黄总监你主持的活动非常精彩哦。你看过我主持的活动？哇，原来你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。不如这样好了，等一下会议结束后一起用个餐。毕竟我们刚刚合作嘛，我觉得呢我们两个人应该要互相多了解一下，这样我们工作下来会比较顺比较快，你觉得呢？好的，没有问题，谢谢黄总监。还有关于，不好意思，黄总监，车展，我另外做了一个美食展的 proposal， 给你看一下。啊，这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？是，很棒。谢谢。打的字很整齐啊。打的字一定会很整齐的。总监，李淑静她有男朋友。而且她的男朋友很优秀，是多马斯的小老板林国良。难怪会上专访。那她男友你该不会也认识吧？对啊，我们之前一起当过兵。是哦。那她男友跟我比起来的话，谁比较优秀啊？哎，等一下，不能因为我是总监你就说我比较优秀哦。各有优点吧，他比较木讷，你比较健谈。那当然了，木讷要怎么讨女朋友开心啊？讨女生开心又不一定要用嘴巴。只是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，今天晚上明明就是我们姐妹聚会，淑静却答应要跟你用餐。那这会不会是李主编对我有意思呢？总监。总监，总监，哎，1200，什么1200？买花的钱。哦，那个，你跟公司请就好了。好了，没有你的事了，你可以回公司了。你不回去吗？那种密闭空间，压迫感太大了。那我先走了。蛋糕。不用了，没关系。拜拜。拜。没有拒绝我，看来真的是对我有意思。报告总经理，关于年底前的四大展览，我待会就会开始联络记者招待会的事。这个我也可以帮忙联络。好。还有一点。黄总监的意思是说呢，因为我们展览跟展览之间非常的相近，但怕我们来不及找主持人，所以他说他可以帮忙当司仪。这上面有提到车展会有特别来宾，没有说是谁吗？关于这一点总监没有提到。不过明天我们就会开会了，我再跟总经理汇报。既然群展这么积极，那在明天见特别来宾的时候，可以顺便跟黄总监说，后天开记者招待会。这么快？当然不要拖啊！车展结束，马上就要加剧展。我没意见，但是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因为时间紧迫就随便办。是。
边等了。好，你先去忙。好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这是我名片，叫我国良就可以了。林国良，特助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坐。啊，身材好像不错，长得好像也不错，但都差我一点。黄总监你好，我刚刚听员工讲说你想要办一个家具展，目前正在规划当中。我刚刚有看了一下你们多马市的家具，都很不错。请问呢，是面台湾的吗？我们最主要是代理国外的一些设计师品牌，当然跟台湾的家具行也是有合作和代理。我知道你们今年呢有办了一个还蛮大型的家具展，还蛮成功的嘛。这都要谢谢各个厂商的鼎力相助，共享盛举。我刚刚有听你说你们家的家具很多都是进口的，这可能跟我的家具展的主题不太一样。我们主推的是 MIT， 向全世界介绍台湾的家具。黄总监，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，我们今年的设计部门正想要跟台湾的设计师做一些合作，然后请他们设计家具，我想要让全世界知道 Made in 台湾的好。欢迎啊，如果时间赶得及的话，我是还蛮希望你们可以来参展的。好，那随时保持联系，谢谢。喝咖啡啊，我们咖啡很不错的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没关系，你接你接。好。喂，李设计师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我这边结束就过去。明明我是来会会他的，怎么变这样？眼珠子要掉下来了，我哪有？我不是说你，我说店长，店长在瞪你，这样眼睛快要掉下来了。没有啦，我也在看天菜啊，天菜真的很帅。对嘛，真的很帅。哎，上辈，你跟店长现在进度怎么样？牵手了没有？你到底要问几遍？就想你的轩轩啦。哎，店长，我问你哦，如果上辈看到天菜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，你有办法接受吗？如果有办法接受就去追，但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不要追，我建议不要了。张欣，等下先脱硬哦。哎呦，看我们吞掉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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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哎，运气总，那个天才等你很久，很帅。好了，慢慢玩。嗯，好。你死定了，死定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。没有关系啊，是我比较临时。我原本有说来这边就可以找到你，我都忘了你是多马市的小老板。叫我国良就好。OK， 那你也不用叫我林设计师，叫我 Sale 就可以了。没问题 ，Sale。那你今天找我来是？李主编又打电话给我。他说你接了公司设计部门，他说你对那一块比较不熟悉，希望我可以给你一些意见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帮忙。那你有看过我们家的室内设计了吗？我其实Sale， 既然请你帮忙，我就不怕听这话。谢谢你帮忙。那你有看过我们家的室内设计了吗？我其实Sale， 既然请你帮忙，我就不怕听这话。OK， 好，那我就实话实说。我有看过你们家一些作品，其实都是走一些比较奢华的路线，再加上多马市的高级进口家具，其实会给人感觉太过于高调。你通常会买豪宅的人，都比较喜欢低调。大气而不降气，
我懂你意思。以目前的情况来讲，一加一没有大于二。那至于降气的部分，要怎么改善？其实也不是说要怎么改善的问题，其实设计的好坏本来就是见仁见智。我想了一下要怎么说，还是我们下次再约个时间好好聊一聊，因为我要出国了，时间差不多。你等一下就要出国了？对。你怎么去机场？等一下叫车就好了。要不我载你吧，我们在车上可以顺便聊聊。小老板，你这么忙，怕会耽误到你的时间。林设计师，你肯帮我忙，我非常感激，你就不要客气了，就让我载你吧。谢谢小老板。谢谢林设计师。乔婷，车展代言人呢？好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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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酷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待会再说我问题，都尽量我回答就好了。这个机会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乖。哎，王总监。哦，你好。我是雅致的经纪人，我叫邱又廷。你好，夏芝。你们好，请坐啊。好好，放轻松一点。好，谢谢。我很随和的。谢谢。我一向来呢都不迷信什么明星，因为我就是最闪耀的那颗星。我看得出来，我也这样觉得。但是我看过你的表演，还有看过你的杂志专访，我觉得你很自然，很符合我们这次 MIT 的主题。所以呢，我决定要邀请你来担任我们车展的代言人。嗯，真的很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对了，雅芝，你懂车子吗？既然身为代言人，总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吧？我是不懂啦，但是我的经纪人他知道，他可以教我。对，黄总监跟你报告一下，我以前在车行工作过，所以对车的性能是略知一二。想请问一下黄总监，你们的车是进口车还是国产车？我们国产归 MIT 啊，国产车啊，这位我也懂了啊，我们会好好准备的，不会让黄总监就是失望的。非常好，我很期待。好，请进。小明，你也在这里工作呀？哎，小明，那个，我跟你，对，我今天第一天上班。小明，雅芝你也认识啊？啊，对啊，我们俩认识，我们一起当过兵，而且我们还睡一起哦。就睡那个，我同一个寝室，同一个寝室。这么巧，那秀明一起来开会啊，坐。秀明是我的助理，助理啊。之后呢，你们会一起合作。哇，不简单，助理。对啊，太好了，秀明，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工作。好，基本上呢，来看展的人不是有买车的需求，就是想要买车，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。所以呢，我希望雅芝你可以穿的好像你在杂志上面专访的那个那样，有 mature 的装扮。哦，了解，我们会准备的。哎，对，想请问一下黄主任，那这次车展已经那个主持人决定了吗？这次车展的主持人，就是我。可以。然后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准备一个一到两分钟的讲稿，然后让我过目一下。好，没问题了，黄总监，没问题。那就期待跟你们。哎呀，黄总监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然后谢谢。哇，这是你，金助理啊。秀明，今天什么经验？看来金秀明、赵雅芝跟李淑静都很熟。太好了，天助我也，又多了一个军师。总经理，我张佳佳，请进。你找我？李主编呢？车展的赞助广告商增加了四间哦。他去群展找黄总监开会了。哦，那你们要随时掌握进度跟我汇报。好，没问题。总经理，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报告一下，黄总监他们这次车展的代言人想要找赵雅芝。雅芝？那很好啊，他本来就是我们签约的广告代言人，多一点曝光机会对他跟对我们来讲都是好事。我也这么觉得。
这没事，我先出去。哎，佳佳，你晚上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一起吃饭。你闺蜜的男朋友没有约你？你男朋友回来了吗？好，晚上一起吃饭。我这次绝对不会喝醉。我有答应你今天晚上可以喝酒吗？你如果喝醉的话，我就打电话给你男朋友。小喝一点就好了啦。您好，两位请问有定位吗？有，黄先生，两位。好的，这边请。请坐。谢谢。我不是交代秘书要包场吗？怎么会？黄总监，还好你今天有定位，不然我们可能就要在外面谈公事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不然至少也要包厢啊。啊，对了，李主编，你有什么不吃的吗？没有，我都吃。直接上菜吧。先生，你还没点餐哦。不是让秘书预定最高级的套餐吗？黄总监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你给我两份最高级的套餐。需要开一瓶红酒吗？哦，不了不了，待会还要工作，我就先不喝了。谢谢。谢。不觉得有点吵吗？哦，在外面吃饭不就是这样子吗？那个餐具碰在一起的声音。搞得一点气氛都没有啊。所以黄总监，你比较喜欢安静的地方？这个时刻就应该要安静一点，要不然说话都很出力耶。我也喜欢安静一点的地方，不过偶尔这样出来吃饭热闹一下感觉也不错啊。如果黄总监觉得听得很吃力的话，那我坐靠近你一点，这样你就听得到了。居然连我在想什么都知道。对了，车展的特别来宾还有代言人呢，我都找好了，就是赵雅芝，你们好像认识。雅芝，当然认识啊，在龙泉的时候她也是我林兵哎。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，你们陆战队真的很优秀、啊。谢谢黄总监的夸奖。Alan。谢谢 Alan 的夸奖。其实我的想法跟总监 Alan 是一样的，我觉得这样子很好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公事也谈完了，轻松一点吧。来谈一谈你休息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什么。因为现在工作比较忙，所以如果有空的话，我大概就是去健身房运动，跑跑步。哦，其实我也蛮喜欢运动的，尤其是跑步。真的、啊？不好意思。真漂亮，有气质。那有空的时候要不要一起约运动啊？好啊。那你通常都跑多远？我通常就会抓上班之前一个小时去运动房跑个8K。8K 哦，我刚好也是跑8K 的。真的啊？对，8K 大概四五十分钟就差不多跑完。嗯，谢谢黄总监，那我先回公司了。拜拜。
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总监 Alan 黄。刚刚方总经理还有总编都在，我已经很收敛了，要不然呢我会更大胆示爱。我想问你，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啊？哇、wow ！指挥部啊，希望把我摆到南部去，但是逝去的感情又在找回来哦，看难路。你闺蜜的男朋友呢？一整个晚上连一封讯息都没有。我觉得你妹跟那个天才谈恋爱干嘛呢？我说是真的。但是这个小鲜肉他小你十岁。哥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啊？做什么？做事情非